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老师好。那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是，不久以前我在一个 parking lot，我开车去上班，然后那天很热，所以我把车子想要停在它 building 下面，就不会太热。我就看到啊，好高兴，刚好有一个 empty 一个空间空的停车位，我车子就倒进去。然后下班的时候差不多五点多吧，然后我就下来看，哎，怎么一个很大很旧的破破烂烂的 truck 就挡住我的车，然后我就很生气啊，这么多停车位它偏偏不停，偏偏要挡住我的车。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想说不晓得是谁的，然后我在看他那个 building 里面就有说哪一个 office 哪一个 office， 然后就刚好有两个人在下面，他们就说哦，是在三楼的什么什么 office。 我就坐电梯上去三楼看了，然后在那边问，问说那是谁的车子啊，谁的车子，大家都不知道。然后我又下去，我就想说我是要赶着回家，我是不是要去 call 那个 tow truck 拖车的。然后后来下面有个人就说，哦，那个车子是那个一位先生的，他在上面叫 security system 的一个先生的车子。我就说那麻烦你帮我带上去，因为我不晓得他们在哪一间 office， 所以他带我上去。然后我一进去他们的 office， 就一个老先生，然后他坐在一个桌子那边，然后他就刚好有一些学生在那边。我就说嗯，楼下那是谁的车子啊，把我车子挡住了。然后那老先生他就看看我，然后就笑一笑，就说那个是我的车子，但是你停了我的车位。那所以那时候就恍然大悟，不是他的错，是我自己的错。因为那时候他就说，因为他有糖尿病，他常常中午的时候有时候要去看医生，然后回来的时候常常就人家把他的车位就占走了嘛。那个车位上面有什么标记吗？他有写 reserve， 但是其实很多地方有写 reserve 的，人家也是就是先来就先停这样子，我也不太清楚。然后我就觉得很抱歉，我就跟那个老先生道歉，然后他就说没关系。然后我后来回去想一想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时我很生气，那因为是我把我自己放在第一，想说怎么这个人他把我车子挡住了。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是要换一个角度，要去想透，然后换一个角度去看。对，因为你在社会上每个人他出发点的时候都是先用保护自我的方式，先以我的利益点来看这件事情。对，但是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是对的，殊不知这已经是损害了别人的利益，然后还自己振振有词。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的问题呢，是很多人他明明知道他可能站不住脚，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为了我的方便，我要 create 更多的理由来 protect 我自己，去跟人家 fight。 这个就是现在社会有一种衍生的弊病。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像你这样子把自己的问题然后来省思一遍，那就是众生之福，如果每人都能这样就好了。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上的小 case， 但是常常在生活上的细节中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其实这跟个人修养有关系，有些人他就是没有办法想到别人，所以他的所有的视野全部是自己，所以你要跟他讲什么他也很难沟通，所以弄到最后就很多事情卡在那里。那些人他有这样的修养修为到那个程度，所以可能一时犯错了，然后人家提醒了他，他马上说哦，这是我的对。那有些人他有自知之明，他已经有更深一层的这种逻辑，所以他能够去先想到问题是不是自己的错。所以这个每个人不同，每个人结果和你跟那个人的这个交流的结果就不一样。其实那时候我在楼下在想要打电话给拖车公司的时候，我有在想是不是我自己占了别人的位置。那时候其实我有在想，可是后来又想说不会啊，那么多位置，然后偏偏要倒拖车。因为你在停他车位的时候，他到的时候旁边车位人家还没下班，所以都停在那里，对不对？然后他可能也想说是哪一位占了他的位置，想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他也很有智慧的想预留你先不要走，先看一下。对对对，他知道我一定会上楼去找他的。然后后来就隔天我们就去买一个小蜡烛就送给他，他也很高兴这样子。我就想说做圆满一点，因为他糖尿病已经眼睛有问题，然后他走路也不是很方便，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就做针灸的，我可以帮助他治疗怎么样。那他就说 OK，他会跟我联络。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如果每个人的遇到的 case 都像你这样解决，那就大家都圆满了。对啊，其实没有什么跟哪一个人结怨，来世也不用再去跟他 deal， 对不对？
所以好事的话，那来生再跟这个有缘的人在好事方面再继续，那就更甜蜜，是不是？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任何一个例子都是我们的课题。你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我们也可以反思自己在生活上面有很多时候都会因为自己太主观，所以产生和别人的摩擦。那当时可能自己不知道自己对错，但是反过来回到家再想一想，站在别人角度来看，是不是这个事情是如同你原先所想，所以可能就有一些答案。所以我真的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每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思考，用别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然后有时候多宽容别人。但这个就是修行，是不是？因为你生活要圆满，你看人的互动，那互动之间能够圆满，那不是你讲的就算了，所以别人的这个看法剖析的这个观点和角度，是不是你们之间已经达到一个大家在同一个配角上面可以讲同样的话，免得有时候鸡同鸭讲，他非常生气，那另外一方也非常生气，就弄半天就是本来是没事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听众一起共勉，能够大家在生活上很多小事情能够这个智慧再提升一点，然后再回来反观自照，然后再看你和对方，很多时候你就知道很多事情就没有必要再那样子的去延伸更多的问题，真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么我们就在这边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共勉咯。嗯哼，谢谢老师。好，谢谢 Catherine。